作为航天员，坚守飞天初心，永不停歇训练是我的常态，更是我的姿态。当确定我为神舟15号飞行乘组时，我的内心十分的平静，想的更多的是珍惜机会、扎实训练，不辱使命。我特别要感谢我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，给了我们奋斗圆梦的广阔平台。